我是信和集团的执行董事杨光。我很高兴告诉大家，有超过110个我们信和集团旗下的住宅、写字楼和酒店的项目已经参加了这个地球一小时这么有意义的运动了。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和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团队，都大家一起支持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